好，我是一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经常听某些大德高僧讲法的 DVD，有如下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敬请法师解答：一、什么叫自信？该如何把握"自信"一词的真正正确的内涵？一个人如果把明意识、潜意识里面所有的妄念，包括微细的妄念，完全除去之后，自信真的能放大光明吗？经典里经常讲的开悟、顿悟等，悟是动词，悟的对象是什么？我们要悟什么？谈自信问题，这就是一个比较终极的玄妙的问题啊。自信就是我们本具的如来啊，真如法性的离体啊。你也不要去追求它有一个标准答案啊，实际上是勉强来支撑一下啊。跟这个名相没有关系，但也只能借助名相去支撑一下，啊，这叫透过这个名相的手指，你要指向真理的月亮，啊，不要只指飞跃。他在认知一个什么事情？这个自信佛性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啊，但本具的佛性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离开一切形状、颜色，不可把捉的。但虽然不可把捉，它又在我们的内心存在的。比如我们讲明意识、潜意识，这些心意识，实际上就是我们自信的一种功能作用。但这个功能作用，它是在无明的状态当中的一种异化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无明，来自什么？无明是来自一种能熟的对待，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那这个由我们造天造地的大圆净智，由这个一念无明就转为阿赖耶，阿赖耶识那这是这是第八识阿赖耶，第七摩那识，第六是识，第七是意，第八是心，一般就把它指称为心意识。心意识实际上全体的当下就是我们的自信，所以只要把这个心意识转变过来，这个转八识为识字，我们本具的佛性，这种大放光明的佛性就现前。所以谈悟，无论是见悟还是觉悟，你不要有一个能悟和所悟，你在一个能所里面就永远就不悟，就是单悟，实际上归无所得，不由他悟，你回到家里好像什么都没懂，以无所得故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要把有所得的心把它放下，那为什么要无所得？就是我们放下一切分别执着，因为我们佛性本具的东西不能现前，就是由分别执着，所以我们要把一些分别的东西给它彻底放下。原来我们执着有。你把这个有要以空来破，破了空，你又执着一个空，这也不对啊。空也得放下，空空一空，一空到底这个自信就是禅宗讲的向上本分向上本分，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我们自信本具的清净心是不染一尘的，是不离一法的，是不没有二的对待的，
但说这些东西仍然还是在语言当中，我们很难去表述啊。心行处灭，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自性啊。言语道断，这就是我们本具的光明的展示。所以我们要切入到心行处灭，心就是我们的念头把它灭了，没有妄想杂念了啊，清净了啊。所以所有的妄念消除之后，他也你不要一谈消除，我们因为凡夫他都是我们这些人哦，了解外部世界包括表述一种世界都离不开主客体。谈那个除，我们有个能除所除，我要除掉妄念啊，那你的妄念能够除得掉吗？啊，实际上妄念你要照见它自性本空，既然是妄嘛，虚妄嘛啊，这个妄念是从哪来的？也是从自性的真空的真空里面显现出来的啊，它是真空自性显发的水泡，像大海一样的显发水泡。那个水泡怎么显发？是有风才能显发，所以我们有贪嗔痴无明的风才显现了我们的妄想杂念。但是妄想杂念全体就是我们的真如大海显发的情况，它是 一体的，是不二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搞成个能主，有一个妄念，我把妄念消灭了我才能显发真念。要知道妄念的全体就是真念，就是真如啊。那怎么样消解这种妄念？念佛法门就是以一念转换摄受万念。因为我们一天到晚的妄想杂念非常多啊，像激流水，用天眼来看都看不清楚有多少妄念。所以面对这么多妄念，我们先以一来对多，就用一个念头来收拾。所以所有的妄念你不管，你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背景还是有很多的妄念。但虽然有很多的妄念，你这句阿弥陀佛的力量大，阿弥陀佛就能收拾收拾收拾啊。这是第一，这是一对多的关系。再就是染和净的关系，我们的念头都是污染的，都是恶劣的啊，那就要用清净的念来转化污染的念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念是清净的念，所以这叫以净念换染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转换，慢慢我们心就比较清净，原来妄念很多就妄念比较小啊少，原来妄念很粗糙，现在妄念比较细啊。那这样的念多了念多了，哎，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念头也是妄念啊，只要有念都是妄啊。真心层面是无念的，无念无相无住的，但是我们做不到无念无住无相，就要借助一种念先转换过来，打一个楔子进去啊，然后慢慢的能念的心和所念的符号，现在还有能念和所念，最后能念的心了不可得，所念的符号开始是历历分明，以后这个所念的符号也了不可得呢啊。所以这时候能念和所念的这种空性就现前，能空和空它是没有对待的，没有矛盾的啊。所以能念和所念打成一片啊，心佛众生都是同一真如，这个时候我们的无量寿无量光就现前了啊。你证到了极灭的无量寿，那么无量光就有了啊，尽极光通达啊，这个极照含虚空啊，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净极就是你心清净到极点，你的极定的心体是光就通达了。这种净极就是极的功能，光就是
照的功能，即就是无量寿，照就是无量光。所以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为什么就是念这个心？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就是即照，即照不二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性，就是真如，就是实相，是这样。所以你能够把这个佛号的这个全体的功德把它彰显出来，我们每个人也都是阿弥陀佛啊，不是一个人所独具的，是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把我们本具的阿弥陀佛无量光寿的性德展开之后，来帮助我们都能显发无量光寿的性德，让所有的人都成为阿弥陀佛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啊，但这个说起来都很玄妙啊，大家可能听的也是云里雾里，但理上知道一点也有好处啊。但自知之明的话，我们现在业障太重了，我们想能到念到能熟打成能熟一炉主客体消明尽极光通达啊，念佛三昧是太难啊，我们的众生浊啊，烦恼浊太厚重，所以我们比较客观如实一点方法，先具足深信切愿持名大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我们的自信的光明无量光寿就能现前，我们不仅是开悟，而是马上悟证无生法忍啊。老公赌钱又经常打我骂我，我很苦恼，我该怎么办啊？哎，正好你要感谢你的老公哦，你的老公成就你修一个法门忍辱波罗蜜啊，你没有这个老公你还修不得忍辱波罗蜜，你得要包容他忍耐他啊。你骂你打你，你就思维上辈子我也骂过他打过他，做还债想啊。所以你要用欢喜心还债，你不要苦恼嘛，你欠人家债你要去还，你还苦恼什么呀啊？欠完债了你还了你就拉平了嘛啊。所以夫妻很多都是还债来的啊，你要做这样的思维。然后这个在这个情况下也知道这个地方冤憎会苦，冤家对头碰面，要求一个没有冤憎会苦的地方，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到了极乐世界，就没有哪个老公来打你骂你了嘛，啊。我是一个初学佛的人，应该放下万缘，特别是总是挂念自己的亲人，怎么能放下？别说初学佛的人难以放下，就是比较久的学佛人也不一定能放下万缘。无量劫以来，种种的缘跟我们的牵挂如油如面，哪能说放得下就能放得下的啊？所以我们要尽量做到放下。怎么做到放下？有个根本的关照，就是世间上一切所谓的亲属，三亲六姑啊，父母子女，这些因缘关系，这些因缘关系好像今生是你的亲人，但是亲和怨是极为容易转化的，也许是你原来的冤家对头变成你的亲人，也是今天的亲人或者下辈子就是一个冤家对头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要用平等的心去对待它。再就是这些所谓的亲人，无论是冤亲债主还是至亲的亲人，都是梦中的事情，都是假的啊，都不要去当真。所以现实的我们这些人际关系，你就是像唱戏一样的，你有一个角色，
你作为子女，你就把你这个戏唱好，孝顺你的父母啊。你是一个父母，你就慈爱你的啊子女，教育好。但是就在你做这个伦常的过程当中，你也知道它是空的，是假的，是如梦如幻、如露如影的啊。所以有这样的心态，再去按世间的善法去做啊，能做多少做多少啊，做得好与坏也都不加执着，一心平等啊。你先做到这一点，然后单提一句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发愿我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也要度这些在梦中的亲人。你首先要从梦中醒来，你才能度梦中的亲人。你不能在梦中还跟这个亲人啊，还在做无名的长夜大梦。我总想管教我父亲。你这个名字，你用这个概念都有问题哦。第一，你的名字直呼其名啊，我都不好意思念你的父亲的名字哦。啊，然后你用管教的概念啊，啊，我总想管教我父亲某某某啊，不良习惯，打麻将饮酒。我觉得父母在精神上对我不关怀，不对我以正确的指导，我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难怪了。已得病七年，我的愿望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言语温和，成为一个健康人，为我联系到的人，为众生做出自己的奉献。谢谢。儿子刘伟，30岁。我不知道管教父亲对不对，请大安法师对我进行指导，谢谢。你可不是颠倒吗？你自己都没管教好，你怎么管教他人？你之所以出现精神分裂症，就在于你不孝顺。你先不要谈管教，你先从孝顺你的父母开始。父母生养了你的身体，就这一点，你一辈子报答报恩都报不尽，你还能指责父母什么其他的事情呢？啊，你父母在身体上、精神上，30年来无微不至的在关照着你，这是由于你是个处逆的、不孝的子孙，你就不了解、不理解而已。啊。所以你的精神分裂症是有它的原因的啊。首先管住你自己这个心，你精神状态不好，这是你心理的不正常。心理不正常，一方面来自多生多劫的恶业，另一方面来自今生你没有把心放在一个清净的啊好的这个对境上啊。所以我希望你目前的问题不要关照别人，关照你自己。你首先使自己身心健康，能够以健康的身心来供养你的父母，报效你的父母。当你对你的父母都不能去做奉献的话，你怎么能谈到为他人做奉献的啊。所以对你最好的指导，你赶紧把管教父母的概念彻底放下，这不是一个做子女所能出现的概念，这非常不正常啊。所以我一看这个管教我父亲什么什么，你用管教的概念，你就是不孝之人啊。所以希望你每天念10000声佛号，忏悔自己不孝顺父母的恶业啊，祈求阿弥陀佛给你一个健康的心智
啊，让你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敦伦尽分，然后以这句佛号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并且确实对精神分裂症来说，这句佛号是最好的药方，它能治疗一切精神上的障碍。因为你的心有问题，这句佛号是让我们有问题的心变成一个健全的、清净的、平等的、慈悲的、感恩的、惭愧的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你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清净、平等、慈悲的心，你的心就正常了，你的精神也就正常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请问师父，家里爱人爱钓鱼，应该怎样对待此事？我应该怎样做？我是初学佛人，姐姐是一个智障人，有低保收入，我代替她管理经济，用姐姐的收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一些放生、印书、供养三宝，可以否？违背因果吗？家里一直男人在做家务，我学佛后感到愧疚，怎么办？好，学佛要有智慧，要有慈悲，要有善巧方便，也得要有一颗宽容的这种胸怀。你的爱人爱钓鱼固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这种习气在这个社会上还是蛮多的，所以你一开始不要产生对立的情况，不要去过分的指责他啊，否则你家庭就会出现斗争了啊。但是怎么办？先恒顺众生，再转化众生啊。你先对他钓鱼的事情先宽容他，然后慢慢跟他讲一些这种佛教对待众生的一些真理。这些鱼也是生命，也有贪生怕死的本能，也可能多生多劫跟我们是有亲缘关系，他未来也能成佛啊。所以当他了解了这些，他慢引导他皈依三宝，念阿弥陀佛，他就自然的会离开这些行为。所以你开始不要对他行为上产生对立，你是要让他在了解佛法、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的姐姐是一个智障人，那当她的经济由你管理的时候，你确实如果是用她的钱来放生、印书、供养三宝，你一定要征得她的同意啊。你如果她不同意，你擅自这样去动用她的钱，你就犯了有犯盗戒的这种可能性啊，这是违背因果的。因为这个钱是属于你姐姐的钱啊，那你姐姐啊，你就要跟她交流，你告诉她放生印书，我把这功你共做了这个事情功德回向给你，对你有好处，哪怕她听明白了，她点头了，你做这个事可以。如果你不跟你姐姐讲，那是不可以的啊。如果你万一要这样做，你就用你自己的钱去放生、印书、供养三宝，把你自己钱做的功德回向给你的姐姐，那可以啊。那么你家里一直男人在做家务，看来你是一个你的男人，你把你的男人变成妻管严了啊。这个女人要主持家务啊，
你学佛感到愧疚，这是好现象。既能愧疚，不能仅仅停留在愧疚上，要马上改变自己行为，要把主要的家务事自己担当起来，要做一个贤妻良母，让你的丈夫感觉到你学佛真的是学好了，通过你学好了，他对佛教就有好感，由于这一念好感，他接触佛法也开始学佛，他就可以不钓鱼了。所以他钓不钓鱼跟你的是不是做家务事有直接，至少有间接的关系。好，如何修行才能有你一样的智慧？哎呀，你这说的我这个脸红了，我实在是没有智慧哦，啊，愚痴不堪啊，也谈不上修行啊。所以来这里，我是现在弘所谓的弘法哦，也都诚惶诚恐，无非是跟大家做个交流而已，啊。如果大家认为我还有一点啊，有那么一点能说一点的话，啊，还是来自于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不是讲空话，我觉得我这个通过念佛，记忆力、理解力是比年轻的时候都好一些，啊，所以我就相信了句话啊。这个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啊，你要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心，如何修行才能得到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智慧？啊，我还是一个凡夫，你像我这样智慧，还这个志向太低劣了一点，啊，你要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智慧，啊，那么阿弥陀佛是。这个是可以获得的，因为这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给我们介绍方法，你只要忆佛念佛啊，那么阿弥陀佛遍知法界那样像大海般深广的智慧，就在我们每一声佛号的持念当中显发出来啊。所以要得到大智慧，还就是老实念佛，真诚念佛，这是最好开智慧的方法，啊！如何坚定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信念？这个问题提得很大啊。如果我也讲得很大，就空对空了，啊，一般我们厌离娑婆，你要关照这个世间的苦空无常无我，关照什么啊？包括把他人的痛苦也关照为自己的功，产生厌离心，可能这些说的很多也无动于衷，啊，具体介绍个方法啊，宋代有一个大官员叫吴信收，他可能由于做官哦。家庭环境很好，他也害怕自己这个厌离心很难出得来，哎，他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啊，他就做了一口棺材，啊，他每天晚上睡觉就在棺材里面睡觉，啊，等到这个早上3点钟的时候，就让童子哦来敲这个棺材，敲醒他，无信收。啊，这个三界无安啊，不容停，西方极乐啊，当往生啊，给他这个，他一听一敲的棺材，马上起来坐在棺材里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样坐在棺睡在棺材里面，想到我每天都要死，所以他把求往生的心。啊，厌离娑婆极乐世界心放在一个每天都要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把死挂在眉梢上，我今晚上就要死了，我拿什么去往生？如果我念佛不能相应，我如何面对阎王爷？
生命不是有多长的，生命在呼吸间。所以这个念死是坚固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方法之一啊，多念死。一般人怕死，不想死，害怕念这个死啊，一听到这个死他都不愿讨论啊，好像别人死了这是别人的事情，这个死跟我无关。现在你要把死就跟自己天天照面啊，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我是一位忠实的佛教信仰者，我自认为本人能想开放下，看看上进下合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但有时为和谐往往失去自我立场与观点，请问这种行为可取吗？为了和谐常常失去自我，失去自我是好事哦，我们就是怕有过多的我执啊，我的观点，我的感受，我的利益，我的就是由于大家都有一个坚固的我，才导致了相互之间的摩擦矛盾啊，我有我的脾气啊，你不能触犯我，你得要顺从我啊，这些都是不行的。所以普贤菩萨四大愿王有一个恒顺众生，恒顺众生这个修行的科目非常好，是破我执的极好的方法啊，尊重一切众生啊，所以啊，你这样做是好现象。但是这里是有原则，你要恒顺一切众生好的一面啊，你的要有自心的一个法在里面，法就是原则啊，善的光明的你要恒顺，要帮助，要随喜，要赞叹，对于他不好的还得要劝谏啊，比如你失去原则，这个人叫你去抢银行啊，为了和谐我也跟着你一块去抢银行，那是不行的啊。所以这里面要就事论事，要有慈悲，但是一定要有智慧，这个智慧就会有分别善恶邪正是非的能力，你要取善的正的是的方面去做，而摒弃邪的恶的一面啊，这样就可以了。经常有人说能行即是佛，何须念，做得好不用念可行吗？如何解行与念的关系啊？刚才讲这种断灭空就是啊，就是有这个问题啊啊，能行即是佛，什么叫能行，行什么啊？一般我们行从三规五戒十善开始啊，然后啊持戒啊，这个出家人的具足戒啊，菩萨的六度万恨啊，那能行只不过是我们降伏烦恼断烦恼的一个过程，你还不能说即是佛，即是佛你只是在理上说我们是理即佛，我们因心具足佛的全体的功德庄严，但是它掩盖在我们的无明烦恼分别执着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迷惑颠倒的众生，你不能说你现在就是佛啊！正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凡夫，我们就要透过念佛来把我们的佛性展现出来，
这个叫托彼名号显我自信，这才是正确的直接。你不能说你是世心即佛就不需要念佛，那就堕到了断空的邪见里面去啊，这是不可以的啊。那住得好不用念可行吗？你什么叫住得好？住只是你的世间的福德或者出世间的六度万恨，但你的念头的安立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修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念头放在什么地方。修道就是修心，修心就是念头，念头安立在哪个地方是一切行持当中最高妙的行为。这个念佛就是在住好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吗？啊，你这个心在念佛就在作佛，你能作佛的心就是佛。所以你不念佛不忆佛，那你心一定是在五欲六尘里面去了，在恩恩怨怨去了，那个是不需要去着意的，那个东西是个习惯势力，他自然就会想到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就牵过去了啊。所以念佛是修行善里面第一善，最高的善，这是安立念头的一个啊，修行返本归元的最好的方法啊。所以你能够这样的去念佛，在行为上奉行敬业三福，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又能够孜孜不倦地念佛求生净土，你就在解行相应，解行并进啊。你三年连续到秦寺讲法，我都亲临来听，可是心中还有疑惑。当年净空老法师拜师学佛，老师只让净空老法师尊奉他一人，不许再听别的其他法师的。可是我也在家听老法师讲经啊，还谁的书都看，谁讲法都听，这样学算不算是杂了？啊，法门叫妙音啊。好，我们学佛是常随佛学，要按照佛的教化来修行。佛啊，从来没有说只能尊奉一个人啊。如果只能尊奉一个人，那就只能尊奉佛，其他的都不能担当这个。如佛圣人都谈到学无常时，禅宗即便在啊，有一个剃度师，他都要让他参访善知识，盲鞋踏破，走遍千山万水。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得根本智，那文殊菩萨没有说你只是啊尊奉我一个为老师，不准拜其他人为老师，没有这样说。善财童子不仅不这样说，而且主动的为他介绍第二个老师德云比丘。在德云比丘座下得念佛三昧，证到了圆教初祖啊。那德云比丘没有说你在我这得念佛三昧，得到初祖的果位，你不能走，你只能一辈子拜我为师，没有这样啊。德云比丘又给他介绍海门比丘善知识，这些善知识五十三位善知识介绍善财童子的到另外一个善知识参访的时候，总会说出一个意思，就是菩萨道智慧法门无量无边，在无量无边法门当中，我只知道这一个法门啊。你要求学更多的法门，你就应该到哪个善知识，到另外一个善知识那去。你看看，所以南巡一百一十城，遍参五十三位善知识，
最后在文殊普贤座下，在普贤菩萨座下也没有说你善财童子在我这里证得以普贤等以诸佛等，你就只能做我的弟子，没有这样啊。文普贤菩萨还劝善财童子，你到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为师啊。阿弥陀佛是他参的第54位善知识，这才是佛法的正见，哪能说只听一个老师呢？没有这个事啊！啊，你只听一个老师很麻烦的啊，就好像你要买这个东西，只能指定到这个商店买，不能到其他商店买。那你就听呢，如果这家商店是个垄断的商店，是价格特别高而且质量特别次的，你还在那买吗？你正确的方法，我要货比三家，多跑几个商店看一看呢，是吧？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去听这句话。我上次在广州也有个居士问，哎呀，我听了说一个老师一条路，两个老师十字路口，三个老师三岔路口，四个老师十字街头，哎呀，听多了就完蛋了。我今天实在忍不住好奇心来听大安法师说法，听大法师说法我也觉得听得不错，但是这样听是不是我是十字街头，我往生就没希望了呢？哎呀，那种焦虑哦啊！所以我说首先表示道歉，让你这么恐惧哦啊，但是你不需要这么恐惧啊。所以我也跟他讲这些啊道理，所以你啊不要被这个观点所笼罩，它不符合佛法的真正的精神。你唯一你可以多听几课，但是你要多听的告诉你啊，我也不是要劝你只听大安的，我不敢说这个话啊，我是要向大家介绍你听净土宗祖师的。如果要我介绍你听一个人的，你就看印光法师文钞，你去看善导大师、莲池大师、偶一大师，这些都是证得念佛三昧的，甚至就是从本垂极的菩萨应化的，这些人可靠。像我们这些都很惭愧哦，我都战战兢兢。我所以说，我讲一点净土法门，我是一个二道贩子嘛，啊，只是一个二道贩子。